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比赛。目前赛事刚开始没多久，各支队伍还是有很多机会取分的。俊哥，你期待这场比赛吗？必须的，王涛。我想我们都很期待球队们能够表现得有多么出色。他突破进去，球进了。机会啊，勇气可嘉。虽然这球很危险，但门将已经顾不上了。这种情况其实很容易受伤的，但他还是勇敢地把球拿到了。球从他们的身边溜走了。哎呀，控球权就这么难拿吗？他还在往前带球，长途奔袭啊，球飞到了球门的后面，球门球。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比赛还是很精彩的，是吧，俊哥？的确是这样。虽然今天对阵的双方吧，球员的能力参差不齐，但也算是各有特点吧。一定可以的。他们有过不错的控球权啊，但最近一段时间浪费得太厉害。一定能进啊！冲了进去，肯定进了。起脚，他们想方设法获得了进球。比分是1-0。张稀哲、拉尔夫、其他队友为他提供了充分的帮助。张稀哲肯定能得分啊！好，他又一次控球了，没有防守队员。这球将终结一切，他意识到自己浪费了一个机会了。是，你看他多沮丧。这比赛过程赏心悦目啊。而且每场比赛都有一些新鲜感。是，这就是足球竞赛之美。哨声一响，之后发生什么你永远都猜不到。在球被断之后呢，他们又重新抢回了球权。很有信心做到，而且脚下技术确实好，漂亮！他们希望有机会射门，好机会啊！漂亮的衔接，多好的机会啊！这里可以尝试射门了，太神奇了！比分被扳平了，角度很小，庆祝很狂野。他应该感谢自己的队友，给他传了我见过是最漂亮的一个传球。比赛又打成了平手，1-1。没问题的，哦，他最后搞砸了，比分没有任何的变化。当然，你要是不在那射门的话，你就永远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。也许压力太大了，他有点紧张，因为这种表现根本不像他。还有2分钟，这是伤停补时的时间，试着要退回去。但这绝对已经越位了，越位了！助理裁判果断地举起了旗子。是啊，主裁判也认。到了中场休息时间了，射门次数相同，控球率也差不多，实在是难分伯仲了。的确，我很难说哪支球队在上半场比赛踢得更好一些，他们的确非常接近。形成机会吗？好机会啊！哇，踢得很好，他能进球吗？答案是没问题。
他现在是2-1。张稀哲，非常及时的断球，传得真好啊！哎，这绝对是最好的机会，真是很进球有效。3-1，已经有4个进球了。张稀哲，多好的机会啊！这个完成了一次精彩进球，这个进球对他们来说非常的重要，因为他们必须和对手拉开分差。的确，他们也必须要这么做。现在看起来比赛已经完全没有悬念了，这就是足球比赛的精妙之处。后卫已经是做得很棒了，但射手太出色了。大比分领先4-1，带球的技术非常好。的机会啊！为了进球射门，好球来了！看起来主教练确实准备好换人了。精彩的头球，哎，他对这球感到很沮丧啊，俊哥。是啊，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了。俊哥，其实对于咱们来说啊，和球员的感受是差不多的啊。对，你看我们在直播，我们和球员一样，也不知道马上要发生什么。哎，希望吧，我们的解说和这场比赛都不会让球迷感到失望。哎，控球权没了。带着带着把球丢了，啊，获得了一个机会，可惜被判越位。好的射手总是能改变比赛的结果，这一次他又做到了。替补队员正在热身，看来要换人了。希望多好的机会啊，点球了，确实是个好事儿，但是得踢进才行。这个小伙子没有令人失望啊！没错，他踢得很棒，门将根本都扑不到。比分现在是4-2，好机会啊！哎，打得太正了，球进了！这是他本场比赛打进的第二个进球，看起来对手完全防不住他。这是最佳的终结比赛的方式，他们整场比赛有绝对的优势，而且比对手强的实在是太多了。比赛还要伤停补时2分钟，他判断很准，这断球太棒了，阻止了对方的进攻。多好的机会啊，这是个机会，这对门将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儿。好的，来了角球，比赛哨声响起，结束了。这跟常规的足球智慧是相违背的啊！嗯，这是完全投机取巧拿下的比赛啊！以前真的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！他们场上的球员数量这么少，还能够有这么精彩的比赛。